大家好，我是 City Story， 然后我现在人呢在吉吉，然后这边是往中寮的一个路上，然后这边景色非常漂亮哦，有漂亮的就是若鱼松，然后还有现在开花的黄花风铃木，然后许多人都在这边，我觉得这边清洁队员还不错，然后他就开始会扫这边附近的清洁，虽然现在声音有比较大。不过现在的那个黄花风铃木现在开得非常漂亮哦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景色。然后这算一个新的景点，然后它就在那个天成毛巾厂旁边的路，这个路我看一下什么路哦，好，我等一下先查完路名之后，然后再跟大家报告这个地方那样子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 City Story 的频道，然后别忘了按赞跟分享哦，会带更多更漂亮的美景给大家哦。那美景跟大家说拜拜咯，拜拜。